聚集了郭富城、夏雨、秦海璐、顾伦梅等一众影帝影后的电影《圣诞玫瑰》刚刚举行了首映发布会。活动当天，郭天王一身休闲西装，心情似乎格外的好，还不时拿第一次当导演的杨采妮开玩笑。我相信是我们在台上面的所有演员跟监制，我认识采妮最早的一个人，因为采妮第一个的广告还没入行，就是她真正就是跟我拍的。对，他还有戏里跟我说，他跟我拍完之后，他就跟同学问他，是郭富城吗？是郭富城吗？是这样的，这个声音吗？是啊，夏雨啊。活动当天，郭富城是格外的活跃。不仅如此，在拍摄现场，他也是出了名的开心果。我们那个非常热，因为香港那时候30多度，然后我们那个棚里面四周都没有通那个窗户，所以空调也不能开。然后里面人有很多，缺氧，我们俩又有那么多打断的台词，然后有很多台词又是那种很拗口的，所以会有那种说错的状况，所以就我们其实都心里面会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很较劲，然后一说错啊，他就开始，我错了，我给大家道歉，唱歌，然后他就会给所有那个在场的人唱歌，然后会跳舞。然后我一开始我还绷着，尽量不说错词，但是后来我也开始错的时候，他说啊，下雨天有今天啊，然后就开始在各种人面前来啊，你看他。看郭天王的现状，似乎已经走出了之前分手风波带来的影响。不过当媒体再次问到他的感情生活时，郭富城却立刻化身铜墙铁壁，把问题狠狠地挡了回去。马上有没有遇到50岁不结婚吗？也就是说你的对象应该是未来3年以后遇到我才会是你结婚的对象，是这样吗？你说夏雨他结婚了？我是你说你好吧，我今天不回答那个问题了。看来天王心里似乎还有一丝抹不去的痛啊。风行娱乐北京报道。